小时候叫它山钉子，他们说在路上发现了一堆，那你要试一个吗？征婚，征婚了，那份上就不用试了。哎呀，紧张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在镜头面前就容易紧张。拍一下你啊，拍一下你。哎，领队，领队，领队来了。嗨，我看到九九。九九还记得猴子吗？猴子挠痒痒。Hello， 大家好，是郝威，欢迎大家来到郝威的频道。现在时间呢，早上的6:03。五点钟左右起床啊，那今天呢是一个从早到晚的一个视频，打算呢在北京这边参加一个徒步的活动，准备去北京的喇嘛沟，因为最近已经入秋了嘛，然后准备参加这个徒步呢，顺便一赏秋景，可以看到很多枫叶，所以我就想啊，谁说这个一想到枫叶就想到加拿大呢？对不对？在北京这边呢，同时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叶子。今天约的是6:50积水潭站，现在正在草桥换站，换19号线。6:41到了积水潭站，然后现在呢就准备要去上去 A 出口那边去签到去报道啊。之前有网友问我去五台山花多少钱哦，今天呢是118一个人啊，只要在北京市内，然后搭车在北京近郊去爬山等等，都大概俱乐部的话应该都是100左右啊。然后今天这个比较值哦，所谓的一个比较值就是它那个车程比较远，平时骑摩托车的话，想要从北京市骑到那个喇叭沟，快接近河北的地方的话，应该要骑个2-3小时至少。所以来回的路程的话，可能要花费6小时左右啊。所以这个车票就报名费还是蛮划算的。这是跟五台山就不一样了，准备的行囊稍微少一点，不用准备太多。书包也小了不少，就平时出去的一个小书包，带着爬山用的。然后手上这个袋子呢，是放车上，你就不用背上山，就专门供给回家的路程3小时之内，肚子饿的话吃东西，就放在这个袋子。出站了，应该是这台啊。不好意思，不是这台，这台是一车的啊，我是816二车，找个位置，前面一点，就这里。先到找你吗？老若，稍等一下，老若你没到呢是吧？找我签到就行，稍等一下。老若还没来吗？对，我刚打电话，到了，刚发，我以为你到了，没事。我住了，到住了。啊，没关系。是不是？哎，你好，你好，又见面了。5-6，拿了个5-6，两个嘛。5-6，好了，两个都到了。你中午不会吃东西？我感觉这个冰棍儿不好吃。炸红薯条，小雨，石雨谦。现在准备去丽水桥站，再去接另外一拨人啊，两个集合点。到丽水桥了。嗯，到我站又尿，原本不想上厕所的，但后来想今天景区应该蛮多人，走在路边公共厕所。真的，真的，真的，哦，好兴奋哦，好兴奋，想摸一下他小耳朵。耳朵好好摸，能不能加一下你微信？你把那个问了一个很过分的，这个跟那个推给我。还可以，是这个面条先生，这个哦，行，带猫的，好的。然后你把那个截图或链接给我。哦，行，谢谢。我们下次我们就可以带猫出来了。好嘞，好嘞，好嘞。猫，带猫出来收费吗？然后我是这次的主领队，老肉，那个，哎呀，紧张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在镜头面前就容易紧张。那我拍我自己，录你的声音就好。好，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入场吧。然后这次呢，咱们都是在景区，还算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条线路。
全程12公里，爬升是在700多。景区前段的时候呢，是主要是以柏油路和水泥路为主，然后再往上呢，是就是土路了。到最后的铁亭的那块儿，就基本算是终点了。但是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再往上走，再往上走就会有一片石海。这里有几位年长的那个队员，大家到时候走的时候量力而行。那个走不了的可以在那铁亭子那儿休息一下。我感觉今天人比较多，然后大家把那个发的那个布条都记到自己的书包上啊。今天人多可能会走散，刚刚下点雨，土路可能不太好走，爬山的时候注意点。尤其我看有些穿的那个鞋是普通的旅游鞋，可能会比较滑，然后大家走的时候注意点。徒步过程中一定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带下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环境给维护好。大家走得快的不要超过我，我们还有我们的中队咕噜，他们的收队雪婷也是我们 EP 考虑的主理人。走得慢的也不要落到那个雪婷之后。路途中如果大家走到岔路口，不确定怎么走的，一定要等到后面的领队。如果路上还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崴脚了或者什么的，我们这边也都备好了各种应急的物资、应急的药品。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咱们本次活动中队露露，就是讲讲这是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点出一下我，因为我今天带了相机，就是有喜欢拍照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一起走。然后如果大家想拍照就叫我一声，露露给我拍张照片，不要不好意思。然后出来玩嘛，安全是第一位，那我出来带队就是并列第一，就是快乐。然后就希望能记录一下大家这个快乐的瞬间。然后有喜欢拍照的，到时候咱的照片会共享到群里，大家拍到好看的照片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尽可能2到3人一起走，咱们是一个团队。然后有的人是一个人来的也不要不好意思，大家出来玩就是为开心。然后基本上你聊两句或者走一段20分钟左右，一个团队的人都熟悉了，就是尽可能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也保证大家的趣味性。如果实在不好意思和别人搭话，那你就跟前队、中队、北队搭话，绝对不会让大家冷场。我背两个旗子，是一个 EP 的旗子，一个是享受世界自由之上，有喜欢拿这个拍照的也可以找我来借，然后有感兴趣在上面签名的也可以找我来签。走路下车小狗狗诶，它叫臭臭啊，7个月大的臭臭。7个月啊，大母的啊。今天来这边最主要就是看这里的秋景，然后就看到远处已经好多这个很漂亮的叶子都变色了，对吧？然后据说今天人会蛮多啊。今天好像因为走不了。门票是原价一个人40块钱，然后团体票一个人32。金秋红叶文化节，难怪这么多人来啊！进场。来来来，小伙儿，把你的票拿来，你们团在这儿呢。旁边旅游团。应该是徒步的啊。我走过去。欢迎光临。好，到这儿。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拿一个。现在已经进来景区了，我现在在尾队，然后开了6只脚开始记录我今天的那个徒步了。记录的地方是，海拔是872吧，不知道今天上升。最高会到多少？哎，有人在唱歌啊！开幕式，2024怀柔喇嘛沟门满族金秋红叶开幕式啊！大家都在爬山啊！这个咖啡色背着包包的这个女生是上次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五台山一起吃过饭的一个江苏的妹妹。妹妹的意思就是小姑娘的意思啊。我原本以为今天来的这个喇叭沟是一个荒郊野地，知道吧？因为我也没做功课，没想到它是一个景区。
景区进来之后还有唱歌，然后还有什么小卖部等等的。今天的这个天气，然后再加上 Poki 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拍出这种漂亮的秋意盎然的景色。哇塞，后面比较好看，好几层山。拍一下你啊，拍一下你。嘿，领队，领队，领队来了。嗨，我看到九九。九九还记得好人吗？九九应该不记得我。我们现在已经从二车并入你们队了。没事，本身就是入园的时候分开换票，然后再说一块走。好。九九在这里啊。九九，你干嘛？他胆子真的很小。下课的，走了，上车了。联谊，在联谊了。车子上来救人了啊！那台车子上山，估计有人在山上不舒服。要拍照片喽！我站得好平稳。三二一，茄子。哇塞，今天喇嘛沟人真的是超级多，沿路一直爬，一直爬，全是人。那今天来的算是比较晚一点。我所谓的比较晚，就是说季节吧，好多叶子都掉了，地上就全都是掉的叶子。等到晚一两个礼拜吧。铁塔亭啊，上来铁塔亭了。不是，换的。好的。挺滑。这景区就到铁塔亭这边啊，然后还有一波野山是这个栅栏后面的路线。上来了。月下门呐，有吗？没有。哇，云之上喽。哇，现在海拔不知道到多少了，在山谷上面呢，继续往上爬，后面那边有个山顶，那大石头那里，跑到领队前面来了。哎呀，到这边才有爬山的感觉啊，这边人也稍微少一点了。刚才我站我站在那儿，站你了。已经把那个云雾吹开了，远处可以看到一点黄黄的，一层一层的。都说这个很难爬啊，看一下到底是多难爬，戴上手套了。伸手，伸手。嗯，好，谢谢，谢谢。对，这个小姐姐。嘿。感恩，谢谢。走走，堵车了，前面。不过就是当个猴子嘛，重点是把自己的拉链拉上啊，省得手机设备掉了。看一下好威的猴子轻功。哎。猴子挠痒痒。我们领队还在这里啊。慢慢的上去，好多人要上，好多人要下，爬这个石头特别有意思，有味道。开心在山顶上这边还是可以看到远处的这种，一重一重的啊，红色、黄色、绿色、橘色，还是挺漂亮的。有点云，虽然是看不太清楚，但是多了一点仙境的感觉啊。远处呢，就是我们刚爬山爬上来的这个方向。OK， 现在准备从另外一侧下山了。这条下山路真是意外收获啊！对，这很好看，很好看啊，有好多红叶子。
而且人也稍微少一点。哇，走这条路实在是太直啊，太直太直太漂亮了。现在我们二车的前队在这个山坡坡这边休息啊，那的海拔已经顺利的下降到1397了，先上升787，估计差不多上升就到这边了。那这边的话感觉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一开始上山的时候因为今天人实在是太多了，在景区里面哇呼噜哗啦的，就感觉不像是在户外爬山的那种感觉。那直到了就是登了上面那个什么铁塔，然后从旁边那个峰峰过去之后，走了就是景区之外面的这个道路之后呢，就发现就不一样了，感觉啊，就人稍微少一点了，然后这个山上的景色也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再走，那感觉不一样。不要歇太大，哪怕你慢点走，放慢速度，你也要。这也是我最开始为什么喜欢自己玩。自己玩的话，就是我完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我心率感觉一超160，我就自己放慢了；不超160，我就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往前走。但是你要跟着大部队的话，你肯定得歇。像刚才咱们在那个观景台那时候歇的时间，我觉得是歇有点长，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一 team， 保证最后一个人能跟上来。我觉得你们这个就做的蛮好的，对，木桶效应嘛，你怎么着得就着最矮的一块木板。方便问你主页吗？主页做 IP 运维的。哦，哇，哇，这是什么挖的？这个有这么优秀的 IP 啊？加拿大枫叶啊，拍一下，好，还给主人。好，还给你。好，刚刚农科院的那个朋友跟我说啊，这个它的学名叫栗树。栗树啊？对，通常大家叫它橡子树。橡子树，这是它的叶子。这么厉害？你看，像狗啃的一样。有有有。像是一个小爪子，你捡了好多。我捡了一兜子，我还捡了叶子的一身，就是不同颜色的，有现摘的，有地上捡的。叶子的什么？叶子的，就是各个颜色、各个阶段。你看，它现在叶子的一身。叶子的一身啊。一身 OK， 好好，一身好，了解。你说你带回去要干嘛？我带回去要做成一个相册。哇，我的口袋里还有好多。我刚从这个一号线这边上去，然后后来从二号线。这个回来啊，枫叶林跟白桦林要去了，然后队伍在这边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在前队吧，所以现在已经是得在这边等人啊，等其他人下山，那我们再一起回北京。挥舞旗帜了，臭臭的小爪子啊，对啊，踩得脏脏的，在爪爪，在拍下爪爪，对，好家伙，我们也是越野狗了，还拍一下肚子啊，不要看我们隐私呗，对，不要看我们隐私，人家是。小女孩，七个月的小女孩，等其他团员吃一点饭团。领队往下走了，还没吃完。我认识一下他。山钉子。山钉子。啊。学名叫什么？别名叫啥不知道，小时候都管他叫山钉子。小时候叫他山钉子，他们说。在路上发现了一堆，那你要试一个吗？征婚，征婚了。份儿上就不用试了。他这个很漂亮。小姑娘征婚啊！现在已经到山脚下了，还没出景区，然后已经下起毛毛细雨了。这雨衣不错啊，又保暖又防水。现在已经到了出口外面了，刚刚上了厕所，还下着雨呢，准备要回去了。然后今天呢，爬行6个小时了，现在已经4:30了，12.2公里，现在的海拔是872，累计上升788，接下来就乘坐大巴车，大车子了啊，816，就是这台了啊。呀，到喽。谁是一车的？举个手。准备出发了，要回去北京了。也是5点钟，外面还下着雨呢。是经过那个检查站，大概可能需要3个小时到第一站。咱们第一站是在丽水桥南，然后第二站是在积水潭。这期间有没有想上厕所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一直就
开到城里了。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及时跟我们联系，在群里或者私信我们都可以。啊，回家以后有条件的呢，就去做个足疗；没条件的就回家泡泡脚，反正对明天上班非常有好处啊。然后其他就没什么了，然后还能希望能跟大家以后继续一起爬山一起玩。好，谢谢。好，现在下来公安检查，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出京啊。下车，丽水桥南，我要回去了，地铁站。